这是干什么？刘半仙可以通灵，他能帮我把娘的灵魂请回来。我太想娘了，我想和娘说说话。胡闹！疯子话能信吗？哎，刘半仙，去！哎，别！我有好几年没见姨娘了，很想听她的声音。刘半仙，继续。之子，我的闺女，娘想你啊！快看，快看，哎，娘的魂儿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就在那刘半仙身上的。哎，有话就说吧，说吧。娘，娘，我是之子啊，娘，你好好看看我。之子，你长大了，娘差点认不出来了。娘。娘，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？侄子好想你啊。我在那边过得很好，但是太孤独了。娘出身贫穷，经常被人欺负。娘，娘，女儿有一件事情不明白，您当年为什么会离开女儿呢？娘也不想离开你啊，都是那个没良心的东西逼我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。刘半仙，你闭嘴！你给我闭嘴啊！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，滚，快滚，给我滚！给你多烧一点纸钱，让你在那边过得好一点，别让人瞧不起啊。侄子啊，别相信那个刘半仙呐，他是个骗子。这个世间哪有什么鬼魂呐？不是的，爹。昨天晚上，娘给我托个梦，她说她很想您，她很想来看您呢。老爹呀，刘半仙儿很准的。咱们这儿去年有个张老太被人害死，凶手怎么查也查不着，怎么办呢？把刘半仙儿请来了，刘半仙儿往那儿一坐，把灵魂吸过来，哒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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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一说，哎，凶手找着了。我还听说呀，这个灵魂找着以后啊，就会跟你身子后边吸着你，赶也赶不走。老爹，后边有人呢。对不起，看花眼了，混账。我还听说呀，这个灵魂找着以后啊，就会从你身子后边吸着你，赶也赶不走。
你是谁？十个月以后，罗梦华生下一个女婴，无缘无故多了一个女婴，难免有人说三道四。于是您又出现了，杜老爷出现了，杜老爷的路边捡到一个女婴抚养成人，您又变成了大善人。至此。爹，是不是又想你娘了？嗯。哎，都怪爹呀，是我对不住你娘。爹，您也是身不由己，不能怪您的。侄子啊，你千万不要听你大哥的挑唆啊，这个人呐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满口胡言，不会有好下场。他那点好好肠子我早就看在眼里了，要不是看在父子的情分上，我早就……爹，你放心吧，大哥他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，说话有口无心，今天说的话自己明天也许就不记得了，我怎么会把他的话当真呢？那倒也是啊，你这个人呐，比那个畜生聪明多了，明知道是自找麻烦的事，你是不会去做的。爹，你真是了解我。哦，对了，爹，我忘了告诉您一件事情。我刚才看见我娘了，她的身影就在那个门口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当我追出去的时候，老爷。
最喜欢的丫鬟，我回来看看你。孟华，我是我不好，我该死，我该死了。现在知道错已经太晚了，我掐死你，掐死你，掐死你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就有人，赵谦呢？赵谦，快来人呢！老爷夫人，怎么回事？老爷说看到房间有人，你看看。好。老爷夫人，这屋子里头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，没有其他人。我刚才明明看到一个人站在了我的面前，掐住了我的脖子。老爷，你怕是在做梦了，没事早点睡吧。你给我站在门口，不许离开。是。